错过就不再。那时候的爱情，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？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？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永远不会再重来。上影片能替浪浪们增加曝光机会，提高他们找到家的几率。如果你想一起帮助浪浪，可以领养或者用行动来店里陪浪浪等家，持续追踪分享更多关于浪浪的讯息，加入我们一起让爱不流浪。